短版，就是一分半的。好好好。哎，唱这个歌吗？去，我多想找到你，但是我找不到，我大概就到这里。我寻不到这个人哎，会出事，寻人出事。我们唱这个好了。还是你要唱别的？哦，对了，好啦，好，因为今天我们少一个人，然后就是有一些歌如果唱了就没有办法唱好，我们就尽量唱一些本来就不需要他的歌。哎，这蛮多的其实。好，我们换唱这首歌。对。曲终人间不断消失的背影，我触不到的距离，毫无保留以为真的感动你，原来差距像天地。我喜欢你，也喜欢我的千里，最后差不多二十几分钟的时间了，对。那如果大家想听首歌的话，都可以上前来唱。可以，对。昨天大家都可以尽量上前点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唱。对对对，因为很多歌我们不会唱。你这样你要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昨天其实有人点站在高岗上，但是
因为梦想不会抢，我想说等你来了一定要抢。大概多高？这个我真的高到没有。不是站在阶梯上，不是，那太难了嘛，你要唱吗？因为我觉得你在就很会唱啊。田要在，田要在，田田田。我在我会抓不到那个小结束，我会一直以为就是要进了啊，对不对？我比较急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唱别的，好好，比较开心一点的歌。阿妹的吗？好，那我知道你要放什么。啊，什么？一想到你还是还，一想到还好，一想到好，对啊，好，可以唱他的版本吗？好，但他的版本也是一种，就后面不知道什么要解释。还是阿丽的版本，就是问题在前面那个古调，你会唱吗？我们就猜测啊，猜测，对，好，不要猜吧。那我会，只是上去。哎，后面有车要小心哦。上得去跟上去。他会先收那边的垃圾，然后再过去，大家要小心。好，我来了。